系问下后排嘅朋友啦，因为直播室实在唔够位，俾所有成员坐晒喺度啦。有啲朋友系要企喺后面嘅，例如姜涛啦。其实演唱会对你哋嘅冲击有几大呢？上一次开完演唱会之后，冲击我觉得其实系在于大家有咗个演唱会，其实有共同嘅目标嗰、那个时候，嗰种热血系。即是我們那個時候真的很齊心去做一件事，其實都是為了演唱會我們有很多爭吵，但是那個演唱會解決了我們很多很多的事，但是完了演唱會對我們來說是現在就是少了一份新的衝擊去再 push 我們，所以我覺得這首歌是很好的 timing， 在這個時候去提醒了我們要做什麼之後。可能錢都令到姜濤迷茫啲嘅，不過即係好，啲錢咁易嚟嘅，咁大數量，咁咪可以分俾你哋所有人咯，係咪啊？分俾我哋呢個 idea 好，係咪啊？報道話有200万啊嘛，嗬，姜濤。咁點樣請我哋食飯？諗到好頭痛啊！大家聽我講，姜濤係好人嚟嘅。好迷茫啊！點用咧？應該迷茫嘅好人，買邊棟樓好咧？好迷茫。咁首歌叫破鏡啊嘛，好多碎片，你哋每人攞啲咯，係咪啊？好冇啊，姜濤，大家一齊 go！